这是离墨尔本城区很近的一个火车站，我从这里呢坐火车去 City， 也就是城市中心，去看一下。周末的车厢里面呢基本上没什么人。这个是火车站的一个副楼的一个塔楼，这个塔楼看起来也是挺漂亮的，在一个街道的尽头。我准备来画一下这一站。现在的阳光呢完全就变了，就是变得是比较的阳光明媚了。在画一张画的时候呢，你得跟着环境去变，就像这张呢我也就画完了，是不是？拜拜。